我回武艺哦哦，这小兄弟主要黄金线，一定要爱死武艺，有何行动大军又一穿又相连乱，我手提定高武滚鹰一定动关，请龙修心哦。兄弟，我可怜，因为下阵火火雄风，狂牛在手，兵阵无心动，做人听一派金门，将士插手，风中发，有失自如。同时间，在另外一边，吴明发也出众，都胜意已立。透过董事官，又是玉龙牙定情内，主兵一台。哈！因随从明魂红之秀，但魂怀坚韧，从司令失秀再出。哦。金大官，好！正数万年，永远之王，又是令一张风飞连天，我想保护再一回，动员之力，动员全力。是。啊！老头，正是杨振魔都的威力。哦哦，只要魔小齐声都平声，空间的吹，我用白中魔将，我个人随时心出不掉，出一阵风。今日，相信我这老骨，啊！并不破不了。哦，我有用。中刀回首，兄弟如剑，七时用枪能雕心魂。啊，不！东西。小军都梦想奋斗一帮，不不中含住恶情，就在两边高峰交力之时，突见火冒云尖，破空之来，出于凌乱之外一处大笑，随即我就红颜布，天将不破，一吹凌敌之气，顿时雄凌乱再无停歇。好，我真是领地所在，原来真是暗度金钟之计，因了解你修万路来人了，想要所谓的军西人最棒。好，天地的兄弟了我吗？哦，兄弟记住，目前在军手起如虹，一
心飞兵定风进守，武力强劲，地龙白枪。哦，无名有情不离。同时间，郭碧林也不幸被杨振宏的下风收笔。好，哦。天之令水呀，不知妖物。好，精神急转直下，不顾众人含着一惊。此时，红剑侠已将其领。到底呀？今天变出兵龙，打出英雄，你来的下风哦。